说了，我就是在找孩子他爸陪我产检啊。行，我直接给你转，给转过来。哎呦，你个傻小子，都快急死我了，你还没明白吗？贝贝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，你那天救的就是自己的孩子。喂，我是地址，五元桥立兴小区六栋301室。什么症状？孕妇肚子疼，有流产情况。好，我们马上出发。别吃了，坐车。这就算给我的小贝贝官方认证，关震雷的老婆，生人勿近。
么多血呀、啊？赶紧帮我拿医生。雷子，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雷子，雷子有医生。雷子，你醒了没？雷子，你怎么这么拼命啊？他是我亲戚。志兰，手怎么样了？我就不爱吃了。爸妈，不对，叔叔阿姨，你们别太担心啊，贝贝肯定没事，孩子肯定能保得住。蕾蕾，今天幸亏有你，谢谢你啊。嗨，志蕾，今天我们才知道你在120做担架工，你人好像变了很多。可惜，就是变得太晚了。志蕾，今天你辛苦了，这有我们，我得回去休息。对，回去休息吧，都受伤了。叔叔阿姨，贝贝肚子里的孩子，阿姨，叔叔，叔叔，贝贝怎么样？大人小孩都安全吗？现在还不知道，送进抢救室了，我们也在等消息。啊，振雷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在120上班呢，做担架工的。啊，是你送贝贝来的吧？你来了就好，嗯，好好照顾贝贝。两位是这边的小姐，我们这儿呢，我们是。大人和孩子呢，已经都保住了，但是还需要留院观察几天。一会儿你们去办理一下手续，现在请先跟我进来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、啊。谢谢大夫，谢谢。生命的问题。喂，哥，你别戴戒指！你别碰我！你，关振雷，真是我太傻了，我傻乎乎的相信你总有一天会懂事，会像一个男人一样承担起一切责任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重新考虑我和你的关系。老婆，饿死了，别饿了吧，今天。老婆，振雷，爸，不是，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跟我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废什么话，毛六跟我走就是了。阿姨好。进去吧，贝贝有话跟你说。好好听着。哎，贝贝，你身体还好吧？挺好的。刚刚医生也说了，没什么事了，静养一段时间就好。那就好。那还是要多谢你吗？要是没有你的帮忙，这孩子可能就真的没了。那我还能见死不救吗？是不是？这是我的工作啊，分内的事。
你这工作能陪孕妇产检吗？我们主要是处理突发病症，还要转送病人。陪孕妇产检，暂时没有这服务啊。哎，不是，产检你不得找孩子他爸陪吗？怎么了？他又没时间啊？哎，我上回我就想说了，预备，那天你那么危险，是吧？他都不在家守着，现在你连产检他都没时间陪，他以后怎么当爸呀？预备，这事你真得好好教育教育他。不管他工作再忙，生意做多大，那产检这么重要的事，他当爸的他得陪呀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就是在找孩子他爸陪我产检。是那找啊，那人呢？你得命令他来呀。这个时候，我说了，我就是在找孩子他爸陪我产检啊。行，我直接给你拽了，给拽过来。哎呦，你个傻小子，都快急死我了。你还没明白吗？贝贝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，你那天救的就是自己的孩子。蕾蕾，你不知道贝贝有多难，你们刚离婚没多久，贝贝就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，还说什么不管以后是不是一个人都要把孩子养大，而且还不让我们告诉你。人家苏成啊，一直也没放弃，不但照顾贝贝，孩子都能接受，人家都做到这个地步了，可贝贝为了你一口回绝。不过还真没白等，没想到你会在120上班，人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变得踏实稳当了，所以贝贝愿意给你个机会。爸，你们怎么才告诉我呀？我要当爸爸了。